快的。啊，哎呦哇！关键的时刻，他那个名牌就会掉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梦。哇！女神的集合，女神。对啊，来，各有各的话题嘛。每一个，那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体。啊、就是我们其实各自又代表一个，就是话题的公主，话题公主。那、啊、你是什么话题？我的话题就是拜你所赐，大脸普拉斯。哦，大脸，是把人家剖出来有没有那一下？还是本来只是开一个玩笑，没想到那么好笑。经典啊！起码打个电话叫你打脸。每个来的那个来电打脸都改那个大佛像啊！那张太可爱了啦，太可爱了。OK， 我那拉拉代表的是什么？我的是就是大热门，是给我的耐超好用，没有包袱。哦耶！对，不需要包袱嘛，做人活得开心快乐。哎呦哇！他那个名牌就会掉了，而且一定要发出哦。小爱呢？小爱代表是什么？我也是拜你所赐啊！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帮你 Google 顾到就是 Google 对，变成 Bingo 公主，而且很好上头条。对，而且很好笑是，因为 Google 完之后，竟然真的有粉丝就是私讯我说，拜托我帮他们 Google。你是 Google 大官？对对啊，对他私讯给我，直接就开狗店了嘛？对啊，我想说我可以直接开狗店。不错，这也是一个话题。对，阿罗赖吧。我这还要问吗？不就是你害的？都是你啊！我在路上认识我的人都不记得我的意思，对，就是长相一想，都说我是干啥？一想，看来这一组表演应该是花掉了。来，他们进来是一个2018爱献公献爱公主选拔大会。And gentlemen， 2018大热门性爱公主选拔大赛正式开始，谁将成为现现最爱的那位公主呢？第一位欢迎参赛者，她是我们的大脸普拉斯月亮公主。接下来有请辣妹公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接下来要欢迎在娱乐版掀起的冰斗旋风，欢迎冰斗公主！是男的打冰斗？龙公主，龙公主，得龙共享，喜得龙共享。姜子伟公主可是有备而来，请各位公主展现自己最爱献献的那一面 ，Let's go。不要紧张。
了。看到龙珠比龙还大了。去哦！有一位，我觉得真的是今天这四位当中表演的最棒，全民众选了，真的有在选，心里有一个选择了，太令人感动了，真的，就是我们的干咬龙，实至名归，咬龙助龙，我把这一双玻璃鞋交到你的手上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你。哎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是龙哦，你现在是德龙哎。双龙在一起，双龙在一起，不要闹了。表演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四个人各有各的优点。对，然后把每个人的特色都有凸显出来，然后好像歌舞剧的感觉，好高规格。还有整个城堡啊，整个道具，凯乐好会讲话，对，而且干掉了后面很性感呢。对，你给大家看一下。而且他还不怕扮丑，有没有？哎呦。给人家讲成他的背没有包袱，几乎是我看到最舒服的一面，真的，因为看不到他的正面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子这样，桃花风，我要小心小心，玻璃鞋，现在武器呀，太感动了，重哥重哥重哥，我觉得前面两组的表演，三组包括黄登辉哦，还有 AKB， 我觉得都让我们耳目一新，对，然后带给我们不同的这种刺激，感官的刺激，但是我觉得前面的表演是用才艺在表演。后面这组表演是用生命在赌，哦哟，那更厉害。他们是赌上这辈子的自尊，这辈子的声名，他们的荣誉，没错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他们是抱着最后一次表演的结尾，即便是嫁不出去，每一次都当做最后一次表演。各位，今天会还你们一个公道，在网络上面也好，你们这个点击哦，我告诉你，至少都几百万起跳，几百万相当可怕。包括你们这个表演也是一样，所以今天红不浪，今天的表演绝对是干咬龙将来的老公要花大钱把他买回去，求人家不要表演。